你今天要卖手机？我们今天要卖手机，还有你的相框。是不能播音乐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是他们都说有版权问题，但我都没有。先不要播，看到什么版权问题？我不知道我的直播会有400个人看，好扯。你直播版就很多啊。乱讲。你的直播都好几千人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是真的没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旧住户，这是新住户。我们今天满1000观看就送，送这个 iPhone 13的盒子，敢不敢？敢不敢违律？他们可以，有人说可以卖我吗？的盒子破1000观看送 iPhone 13的盒子的盒子。说到不会做到，他说送你的签名照，这个很好看，说不定你的粉丝会出现啊，不会送盒子啊，什么认真？大家想看韦律手机的内幕吗？没有，这是国中手机。大家来看，大家来看，等等等等，我害怕，等我不是不是不是，大家看一下韦律的新手机。有看到吗，各位？韦律的新手机，对，我发色又褪色了。等下玩一点洗补色，可以再撕签名照吗？签歪歪的可以啊。来，我们现在来签。我拿笔，我拿笔。来，你认真欸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我的上一只手机坏掉了，所以换。我要韦律的啦。等一下，你加进来，然后关掉声音的那个，他人就会变1000多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那么多。你不要太看得起我。会。然后关掉那个镜头跟声音。来来来，怎么抽？就是呢，大家只要留言。YY 好帅，关了，关了，然后就抽他。我们都开玩笑的哦。一日约会，一日男友，一日男友。可以公开你国中的照片吗？不行啊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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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没有你哥，你的功劳，你的功劳，你不要这样，求你了。好了，没有你的什么？破1000，完了，要抽盒子了，破1000就这，抽盒子，要抽盒子了。我们开玩笑的，我们真的是开玩笑的、哦。真的是，我们不能太商业。对，今天苹果没有赞助。对，我1000哦！我跟你们说 ，Blackpink 的歌。要抽，我要抽手机盒了。大家韦律的粉丝可以去追踪我，哎，我快要3万了，各位，他差400，冲一下，冲一下，大家帮助我，我就公开韦律的丑照，不可以哦，极度丑的那种，我应该没有吧？有，为什么你没有留言呢？啊，我要留什么？我这边可以看得到留言，你看不到留言，你们很大，可能要滑下来。回来，面交吗？对，面交没错，是面交。今天我们两个直接送过去好不好？以上言论都是开玩笑的。来，我们现在签名。我找一下。你是不敢签？是想说之后换手机还可以卖钱？对啊，要什么？你看这边还有那个耳机。我弟说这是歪歪旧家吗？没错，是歪歪旧家。你有来过吗？现在是韦律新家。没错。我弟好像没来过。嗨 ，Hello， 大家赶快去追踪我。你看，我会爱你们。这么帅，会唱歌，会跳舞。现在头发有点褪色。会弹吉他。来啦，我现在弹吉他。开玩笑。两个人一起在韦律家衣柜藏女人。哦，那是我们之前直播的那个。来，你现在有什么话想对俊廷说吗？俊廷吗？就是。
我觉得哦，对你忘记我是谁，就是蛮难过的。还说我是唱 rap 的那个，那唱 rap 是谁？唱 rap 是伟弟，不是我。重点是还上抖音热门是怎样？所以这是 YY 家还是伟绿家？现在是伟绿家。我家他是我家，那是他舅家。对，就是他之前在节目我才刚出男子的那个家。没有打勾勾。三万有福利吗？有啊，有。想看他脱掉吗？不能脱。然后鬼哥说，就是不能脱了，而且你有没有身材？有啦，有啦。陈思恋没有，哎，真的没有。有啦，会三万出来讲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增加一百。想听笑话，来讲个笑话。颠倒，我们今天角色颠倒。我也有这么讲，不要，拜托不要这样。我会为了三万好好练，但是你们看不到。你说练身材吗？对。哎，风鸣，风鸣有露吗？对啊，风鸣为什么你可以露身材？你不是水星的吗？对啊，可爱的水星弟弟会有这么壮的身材呢？可是他是哥哥哎、欸。共玩，对啊，他比我还大、啊，对啊，后面也比我大，比我大几个月。子辰也出现了，子辰敢不敢来？哎呀，啊，都走了。有，后面还在。来，后面敢不敢进来？后面不敢进来。后面不敢进来。后面敢不敢进来？他是蓝勾勾，蓝勾勾敢不敢进来？你有没有跟我说你现在蓝勾勾的心情是什么？啊，这一下下就好，一下下。减肥有进度吗？没有啊，我们该叫披萨了。对，我们在等披萨。我们该叫必胜客。等一下有人说掉到八百多是谁的问题？是我的，不好意思。我的。今天开直播目的没有啊，只是想说我们两个在一起。刚好在一起。对。难得从台南上，哦，他在练唱。我在练唱。哦，那个什么，他的那个唱歌课。梦幻学院。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感言吗？就蓝勾勾感言，蓝勾帮，海王星频道，那什么东西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现在我们有，那我们其实那天有拍一些花絮，只是呢，我们的范弟弟就是很忙，然后又有点懒，然后他都没有去把那些剪出来，所以三万的时候我会去催他。你说 YouTube 吗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我没看过哎。没有。海王星哦，是真的没有东西。先订阅啊！两个在一起了，不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两个在这里。你们叫什么？海王星是吧？海王星，海王星。我看看，应该有频道叫海王星。哎，好像是什么 N 什么？你再打一次 NU 排挤是蓝勾勾排挤我们，不是我们排挤蓝勾勾。对 ，NU 什么？海王星怎么拼啊？啊，上面有吧？上面有。N E E 不是，我们没有写歌。频道。啊，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好像真的没有哎、欸，完了。因为其实那个只有一个人订阅而已，也不知道那一个人是怎么找到的啊。我哦，所以是一个人发现，然后再跟人家讲。没有，其实是我没有说要用，但是都没有用。哦，伟绿小姐好可爱。没有。你哦，对啊，你不是有跳的吗？怎么有点像那个？你不是有跳小丑？伟绿那个贝贝乐的时候被剪出来。你不是有跳小丑吗？你笑一下那个。小丑要找歪歪啊。噔噔噔噔噔，那个不一样，那表演都才会做的，是不是？你做一次嘛 ？No。YY 有申请蓝勾勾吗？有，我们有申请蓝勾勾。我还没，我不敢，我怕到时候那个拒绝的。想听我们唱歌，拒绝的时候会太难过。听什么歌呢？你们想听什么歌？点歌。我可以换，我做一下坏的表情。那你来个贝贝乐福表情。嘉诚咬嘴唇来，啊不是，你感觉像喝醉，算了，看你来一个认真的，现在播贝贝乐，好，可是我真的
真的不知道怎么刷坏，好难哦。为什么要把海王星删掉？没有，我觉得太多海王星了。我看一下，贝贝乐。纯享了。大家说好好笑，那个脸有点像。他说我们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、欸。大家都说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都说很像。想听又讲笑，但我不会讲笑话。房东 CP。现在我是主人。对，你现在是主人，你现在是有付钱的主人。我看一下啊。来 cover 加成怕，我们会有那个吗？版权问题。不会，耶和华告我们。你好了。哎，话说伟弟有来过这里。哦，对，他有说，他知道这里。来了。哎、欸，你模仿庭轩，我说那个五个表情的，为什么穿黑色很勇？哦，外面很热。哦，对啊，我们刚才走出来发财。哎、欸，超热，外面超热，热到我鼻子出血。小声一点。哦，版权被停播，为什么？贝贝乐？好吧。好吧，不敢播，你们说了算。那你清唱就没有版权。Summer 是承担 ，Alan 哥进来了 ，Alan 哥，我会怕。该伟律有失言，没有，不要乱讲话。在谁家、啊？在我的旧家，然后在伟律的新家。我们两个越看越像。那你知道我跟他谁眼睛比较大吗？你就会是我的吗？好，我怎么觉得差不多？没有，是你的比较大，你的真的比较大。欸、快点唱歌！唱你最有自信的歌是什么歌？我不会唱歌啊，三万粉我在唱歌。啊！开始封麦。彰化哪里人？彰化市。彰南路啊，不是。彰南路。站入操场，伟律去申请蓝勾勾，我觉得不会过哎、欸。希望你可以当下一届陈，就是下一个陈汉典，太难了。然后再跟下一届原子少年合作，没有，不敢。披萨来了，来了吗？披萨来了，不知道哪里有，还没啊。OK， 我们来了再关。他说想听你唱《一样的夜空》。一样的夜空。等一下，我先看披萨来的。哎、欸，如果我们有版权问题的话，是不是因为什么？我可是为什么会有 IG 会知道我们的那个歌是有那个？因为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 IG 好像有显示吧，就是那个 IG 现在不是有音乐版权吗？嗯，所以好像就会有。还没有，还在做，还有15分钟。哎、欸，有人点万万不可 ，Miss 怕怎么唱？看一下，万万不可。啊、超级难，什么歌乱挖洞给我跳哎、欸！是我刚听你说超级难听，真的是不能这样乱讲话。哎、欸，学文、欸，学文，昨天你半夜的那个，我看你有发现吗？学文，你要进来吗？他昨天半夜4点多睡不着，然后在直播讲故事，然后我就进去，然后放着睡。所以你也是其中一个睡播的粉丝，对 ，YY 没有不见 ，YY 在这里，我只是去看那个披萨来了没。我是你认错的服装师，为什么没有？完了，可能抽太粗了。哎、欸，有了。好帅哦！哇，失言，这个人就不看。
我会被录下来吗？你会，你会上抖音。两个歪歪。来来来，明明就很好听，万一你画的太差吧，网络很差吧。反唱一下，唱一下嘛。不要，我现在封麦了。有吗？我们画的现在很差。哦，他说你的。现在我都关了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学文，学文，学文。学文走了。可恶。好啊，没有原则要来看我们啊。现在中午可能大家都在吃午餐。大家在睡觉，三点。啊。想看伟律快乐小九九，我觉得伟律应该可以快乐小九九。哎呦，我不会快乐，我会跳对，好不好？你会吗？神农才会跳错。来，你现在跳，我录你。跳，快点。我说我是这样，不想会怕，会不会这样房间的路径不好看？不会。啊，我想象怎么看，不是从脚从，哎、欸，他是这是他这样叫一下，他是同一边。你要抖。他不是同一边，然后拉同一边，然后拉。没有，你跳太好了。你说跳歪一点的那种。嗯。好，我现在是成龙。路径。不太会跳，他这样呢？好，大家看到了，成龙的粉丝看到了，伟律在消费成龙。啊！我有穿裤子啊，但是这是裤子，不是我的腿。有人说该来 take you home 喽。不可能欸。红龙披萨没来，伟律想我吗？哎、欸，我很想你，很久没见面了。李成龙准备提告，哇！哦哟，所以挑战快乐脚是要学他跳错的意思。对，哦，懂了懂了。不可能吧？成龙不会害我吧？欸、对啊，有人被我 take you home 了。没有，但是有看我在踢伟玉的头。伟玉的腿好长，那不是伟玉的腿，这是歪歪的腿，是我的腿。按铃申告，这是什么告？就是好像告人的话，有可以去那个法院门口有个铃可以按。有两抢答吗？在那个墙壁上。歪歪还好，我们在干嘛？我们在等披萨。对，白痴，不要拍我了，拍嘴巴乱讲话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那就不是这样假装的哦。我们要来学风鸣，学风鸣，风鸣会怎样？风鸣不是自弹自唱。唱什么歌？我忘记了。你会唱什么歌？哦、我背带啊，你要用吗？放下来。不敢秀下限。对啊，不敢秀下限。这么多会弹吉他的，我们这种吉他小菜菜。好啊，还是没有其他人要来看我们啊？还是我随便乱叫呗？算了，就我们两个吧。好。我头发好炸哦，好像一个。我看到我有个朋友，他这礼拜生日，然后他是李成龙的超级粉丝。哎、欸，伟玉生日你没有祝我生日快乐？我有，你有吗？我还跟你一起直播哎、欸。没有、那个直播是归直播。我还唱生日快乐歌。我说的是字面上的。我有。你没有？我有。你吃海底捞时候我有传吧？我有传讯息啊。好吧，可能有。点原来的少年，那我来跳一下原来的少年。噔噔噔！播音乐，播音乐，不行，你说唱吗？我们播别人 cover 的，有吗？有吗？原来的少年 cover， 真的假的？看一下原来的少年反差的 cover， 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吴克群的打 vocal cover，
不需要。就像他不是要送你生日礼物吗？你不是要送我生日礼物吗？好来来来，开卷乐啊！有一个高一翻唱的，好，我们来听看看。好，就不会有版权问题了。被野火告一万。好了。我们来听这个高一的翻唱《原来的少年》。你应该播主歌吧？好，快转一下。会太大声要说。哇，哎，女生声音呢？滴滴的那种女生声音，哎、欸，其实还蛮屌的，还、欸、是那种浑厚的女生声音，耶、yeah ，很酷哎，而且不会很。这其实原唱在看我们直播。坏了吗？没有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小声一点。我还记合音呢。有时候有版权，完了要被卡掉。哎、欸，其实该宕机不是？没有啦，刚刚。刚才卡住是因为有人。衣服洗好了，对啊，我刚刚衣服在计时，所以刚刚先把计时器关掉。说鬼歌有吗？有鬼歌吗？有吗？我来看看。进来一下下吧，来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有没有乱讲话，应该是没有。哎哎哎哎哎哎！我的特效怎么那么白？这个好多了，这个没事。好，我看。哎，哎，这样有没有很多人一起？很多人的感觉。天哪！怎么有人躺得这么舒服？哎、欸，我脚打不直、欸。为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了，不要碰我的脚，会不会超坏？没有滤镜好看。那你是看你是不懂哦，我把它关掉。要怎么关掉？要怎么把滤镜关掉？不知道，没有关滤镜的选项。我没有包了。包哦，对，最左边。来来来，这是没滤镜的。哦，我好黑哦。真的，我的皮肤好差，太晚睡了。你看你皮肤没有我差。你看，嘿嘿。我还跟旁边狗好像。你确定？你说他吗？你说他还是？你说。我想想那怎么学，不行，好赤裸哦！歪歪右边那只狗狗，素颜不敢出门。可我一直摆个没滤镜套去。好，不玩了。啊，你问可一下，你问可，你要问可。好，换我，换我，换我。哎、欸，我要比谁眼睛比较大？好了，有点无聊。午餐你要来了吗？披萨，披萨，披萨。两个人眼袋很重，就是
就是他哦，就是都不睡觉。我是真的都不睡。哎，我昨天五点搭车。伟绿那是什么啦？我现在在干嘛？哎，我还没拍卖手机耶。来，是不敢签名，因为假如要换手啊，这是雨伞。来，各位，就是呢，那是什么？是植物人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我有捐的，其实我有自己有捐，捐300块。对啊，就看到有些粉丝就是也有跟着一起捐。对。然后我自己也有捐。张云熙要吃披萨吗？你不是要太不晚上坐在搭车，两个幼稚园都是鬼。哇，有什么可以拍卖的？手机盒不行啊。来拍卖唯一的原味，不可以，原味地球的衣服，原味地球团体，最左边，最左边，有点脏。原味地球团体。哎、欸，有人说比范范的眼睛还大，他说我们两个，是吗？不可能、欸！祝你退烧，赶快身体好起来。嘿，现在这是地球的 YY， 大家好，地瓜球，哎、欸，地瓜球，地瓜球，吐气。怎么跳？等等的季节。哎，你没有跳，我们也跳了一年，好不好？外送员，外送员不可能吧？到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没，还到了，还用打电话？那你比较想去地球还是去海王星？地球。啊！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大家喜欢我穿白色还是紫色的？他们是不是留言就会比较慢了，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吐信。有人说你很可爱，意外盒。看一下要什么衣服。大家可以直播吗？不行啊，就是衣柜。没有，夏天的我夏天衣服很少，冬天比较多。很帅哦，这是西装啊！啊，你要穿西装、啊？还挑鬼绿衣？不可能呢、欸！甚至问都没问。这是我的西装外套，好小件哦！啊，很小件吗？我卡住了，我用刚刚好的。是我变胖了吗？可我觉得是因为里面穿很紧。就是来自火星的男公关，对，我是杨桃，杨桃不是有人用过了吗？有啊，杨桃没？杨桃哦，没有没有，杨桃没有吧？谁要用杨桃啊？听起来就很难喝。杨桃汁，外送员在看屁啊！来没？不要吓我，鬼哥是一直进进出出的、啊。他们说你们比较喜欢紫色的、欸，我们比较喜欢紫色比较多。可我喜欢白色的、欸，你看整排，我看到哦，开玩笑，紫色比较多，紫色比较多，白色还好。哎、欸，听到声音。雪在流，那不是雪中红。哎、欸，可是往好处想，你们跟汉典合作，比较有机会还原舞台。你看我们一次跟三个，没办法还原舞台，对吧？哭。不会啊，可是，就是我觉得都各有各的。各有各的想法，能够跳到，能够上台都很好。你看，你有上台三次。我的披萨来了没啊？麦拉零八的印证来，麦拉是那个吗？美食。对。那成龙是什么？馒头。成龙是里面的那个，他是就叫馒头吗？不是，他是里面最贵的那种。那个叫什么？他的公关名叫什么？你有问过麦拉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在麦拉对面开男模会馆。啊，好笑的。啊，
你没有看过歪男模会馆？对啊，我现在在对面的，那时候那个郭雪芙演那出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我有看，可是我想不起来叫什么。看了我想抽烟的那个，不过我好想不起名字啊。是才两季吗？叫什么啊？他都知道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对，为什么突然失忆啊？刚刚突然失忆。我就是去另外一间打工。他直接哦，他的公关名叫小馒头。我的外送伙伴在路上了，请随时留意手机来电。小馒头。好，我要挂。Wink 真的很难啊。成龙，我的爱。真的吗？那你们想看我跟成龙亲亲的照片吗？是什么意思？我看看，干啥都搞笑照。没有，打嘴巴。你这个会被成龙打，一秒。大家想不想要看成龙现在的照？啊，那这边找不到，一秒。啊，一秒，让我到三万，我就给你们看。一秒，太近了，远一点。哎，这是我。哎，可是还帮开特效啊，刚刚那个特效就还好。好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张照片留到成龙的粉丝团了。不可能啊，我这边海王星有没有团体粉丝名？好像有人叫海底捞。真的假的？认真吗？九旧金山有那个灭火队啊，啊，地球叫什么？救火队。地球叫什么？救火队。旧金山啊，地球叫什么？旧金山还有什么？地球救火队、旧金山，然后土星是什么？挖土机吗？我不知道，挖土机还不错。啊，水星的一，好像我好像不知道整团的，地球就叫地瓜球啊，不知道哎，是吗？哎，你不是地球的吗？应该就地瓜球吧，他们都说谢谢各位地瓜球，他们说很好看，那就这样嘞。其实蛮好看的，怎么办？他有临时角哎，怎么办？他没有临时角，我手机有他很丑的照片，非常妖兽可怕的照片，他会打死我的照片。真的叫挖土机哦？真的假的？我是开玩笑的。救火队，加水站认真的吗？应该是认真的。加水站，土星粉，然后海王星叫海底捞，水力发电厂。那天王星叫什么？地瓜球。天王星叫，对啊，有天王星的粉丝吗？哎，他不能灭火啦，但是救火是不是也是灭火？对不起。好啦，多吉托火，救火队就救火队，对不起。土星团，救火队超厉害。土星团，然后海底捞、救火队、旧金山、加地瓜球，还有什么星？还有天王星、木星。天王星叫什么？我也喜欢海底捞。九天玄女是真的吗？可已经捞不起来了。哎，真的？九天玄女是谁？九天玄女，天哪，什么鬼啊？真的假的？我还有粉丝名吗？外星人。我在他的粉丝群里面。对他从。生日快乐！刚办的时候就在里面了。对，他不到100个人的时候就在里面。他还用本名，我真是谢天谢地。我还会祝你情人节快乐，我给你100。你打给我先啊。那好，不用锁。星星是丘比特。哎，哪一双拖鞋可以出去？那个白黑色的。这双吗？对，不会，不可能失业，不可能。来，我们这是我们的最后互动时间。水力发电厂，然后救天玄女，海底捞有木星的吗？海王星，韦律有粉丝名吗？有啊，可是自己讲很害羞，不敢讲。
我有社群啊，在那个我有放在精选有一个问答里面，然后最后一个是粉丝群，里面有180几个人，然后我蛮常在里面出现的。不行啊，吃东西就是吃播的话就会很在意形象，要小口小口吃。但我们平常吃东西就是披萨，可能一片就直接一口这样子塞进去。蓝勾勾，好，申请看看，被拒绝再跟你们说。可以啊，可以进来，可以进来。我放在精选问答里面。粉丝名哦，之前的粉丝都他们都叫自己绿宝，但那是我朋友开始的。大嘴怪，大嘴巴，大嘴巴。以前有大嘴巴，现在有大嘴怪。我会去YY快闪吗？他不是快闪完了吗？真的、啊、真的真的真的，我们韩式炸鸡不是那种小棒棒腿嘛，我们都直接这样子一放进去，出来剩一根骨头。可以啊，我们等他拿披萨回来。大嘴，不可以，不能不能，我们搞笑归搞笑，形象归形象，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搞笑就没有形象，因为我们还是某种方面来说，我们还是算靠脸吃饭的吧。哎，麦当劳欢乐颂，是不是就不是麦当劳？而且我跟你讲说，怎么只有一个，不是有两个？哎，怎么那么小？啊，我们这小披萨。啊，没有饮料。有什么饮料？我有饮料，我冰箱有。好，那我们可以三连拍一下，可以结束了。还是你想看我们吃一块披萨？不行啊。好，你长高了吗？我觉得我长高了。哎，这特效比较好看。真的吗？对，上一个很丑。跟那个太白了。私讯限动会看，私讯要看运气。看运气。真的真的真的，私讯有时候就是在上面才会点到，有时候下面的会点不太到。是是是。嗯、好，我们随便拍个照就可以下课了。好，不能随便，我们要好看一点。来来来来，我比赞，你比爱心。好，地瓜球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海王星。好，没了，拜拜。来来个脸颊爱心。哦、好胖哦。不好意思、啊、，OK。拜拜。我们要去吃饭了，拜拜。不要跟成龙告密哦，不可以哦。我在成龙粉丝群里面哦，你小心一点。小心哦，小心、哦。我真的在里面哦。我们也不能怎么样。